来到巴厘岛这间餐厅，享受美食，享受传统舞蹈 ，Let's go！各位提姆为旅行的好朋友，我们来到巴厘岛三这边呢，我们要来吃晚餐。这个晚餐呢，光是装潢就觉得在王美餐厅里面用餐，重点是舞蹈非常的精彩，融合了当地传统表演，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几分钟的表演。知道巴厘岛传统舞蹈的贵宾们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！别忘了订阅、按赞加开启小铃铛。非常的精彩，这一间名叫 Bali Q 的餐厅，下一次来巴厘岛一定要来走走看看，看一下它的文化表演、传统舞蹈。谢谢观看，下次见。